就离开你，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聚。当我需要想你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聚。因为亲爱的，只有在思念你的时候，才是我心灵最美的时刻。因为亲爱的，只有在握着你的时候，才是我心灵最真的时刻。当我需要想你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聚。需要看你听你，